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上牙实况，我是上牙，牙，我是熊牙，熊啊，OK， 那我们回到上一次我们还有玩的地方，以及我衷心的希望我现在可以有烟可以抽，而且之后还是很多根烟。OK， 这个是那位小三吧，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如何，以你那狭隘的脑袋和感觉来想想。是小三吗 ？OK， 那我现在就继续往上走。哦，整个画面黑到完全看不到了。哎，这个也蛮像小三的。哦，这个才是小三。那刚刚那个是谁？明明都做出那种事，还想追过去吗？您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他的表情还蛮心痛的，有一种你还要去伤害米洛吗的感觉。她是我老婆，我必须追啊！这个又是谁？这个是谁啊？是开头出现过的给票的那个人吗？一昧追逐者，使得对方受苦的话，可是没有意义的哦。他们是在告诫我吗？可是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得要去把我老婆追回来啊！总不能就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欧内奖，是欧内奖吗？其实我一直都不晓得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怎么样，只顾着表达自我而看不见周遭那种人，没法把妹妹交给他。哦，果然是欧内奖，美女姐姐，眼镜御姐。欧内奖，放心吧，把你妹妹安心交给我。哦，好多蝴蝶哦，怎么会有那么多蝴蝶？嘿，你来迎接他了，贝儿，过来这里，贝儿，似乎不大愿意。贝儿说他不想回去哦。你这家伙，对贝儿做什么？什么事都没有做哦。贝儿说了，他想待在这里。这样的话哦，那爸爸，想要三人一起生活。真是可笑，会变成现在这样的，不就是因为爸爸打了妈妈的关系吗？如果没做出那种事的话，妈妈就不会离家出走了哦。但是妈妈也真是为了梦想、工作之类的，到了最后变得想和那家伙结婚。你们两人都只在乎自己的事情，我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啊？结果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吧。哦，这是结局选项吗？这个是大声的反驳，这个是很虚弱的反驳。我先选才没那种事吧。才没有那种事，又是借口。爸爸在岛上的时候，还有在船上的时候，都说那种话，总是一堆借口，既又做那种事来保护自己，很开心吗？所以不止被妈妈，还被大家舍弃了。不必逞强努力也没关系哦，因为谁也没对爸爸你有任何期待的啊。变成人的哈洛夫便和丸子殿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太好了，只有他们怎么样了呢？会变得怎么样呢？一定是生了宝宝，然后就哈洛夫的姐姐们也被招待到城里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变得很幸福。哈，那还真是，好像很开心呢。我怀欧贝尔，有当个乖孩子吗？爸爸，欢迎回家。贝儿，我回来咯。波尔，谢谢你帮我们看家。玩得还开心吗？托您的福，很开心。那就太好了。晚餐怎么样了？
真是太棒了呢，真的很感谢你帮我们挑选餐厅。那家很棒啊，我就觉得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。克拉福特，你没让他喝太多酒吧？只因为是您帮忙选的，米洛就非常高兴了，见到他的另一面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哈哈哈，他能开心我就满足了。然后我怎么觉得这家族气氛很诡异啊，融洽的很不真实。你已经要回去了吗？啊，差不多该回家了。那家伙会寂寞的。要再来玩哦，下次也带女朋友一起来吧。那就公鸡不如从命咯。爸爸，要再一起来玩哦。和大姐姐一起哦。再见了呢，贝儿。布尔先生也变得相当圆滑了呢。是啊，或许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吧。我回来咯。欢迎回来。就他妈的，你这个人气是哪里找的？路上拐来的吗？等一下，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！为什么颓废大叔可以有这么漂亮的人妻老婆？晚归了，真抱歉。没关系的。贝尔小妹妹过得还好吗？她很想见你哦。很高兴，我也想见她呢。哈，到时一起过去吧。嗯。克拉夫特先生和米洛小姐旅行玩得还开心吗？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。觉得寂寞吗？别说傻话了，明明已经这样子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觉得寂寞呢？哈洛夫，我们也去旅行吧。搭船去吗？那倒是有点……没关系，我会再次救你的。这结果好迷哦，好温和，好温馨，好美满，可是很迷啊。有一种，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？但是明明画面上看起来就是这么的美满啊。而且哈洛夫为什么变成人了？是因为刚刚说的哈洛夫变成人，然后就和人类结婚生子，从此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Ending one， 这结局让人讨厌不起来，可是也喜欢不起来，感觉很奇怪，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。如果我选择大声的反驳他的话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？那应该就是会迈向 Ending three 吧。Ending three。结果居然变成哈洛夫是我们的女朋友。其实哈洛夫那个样子，哈洛夫其实长得蛮漂亮的。OK。而且哈洛夫虽然咄咄逼人，可是他其实都是在为贝尔讲话，甚至他讲出来的话其实也都是贝尔的心声。你在说什么？哈？怎么可能会不在乎？不管是你的事，或是米洛的事，我在你出生的时候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守护住的。所以，即使是那时候，让你搭上了船，和米洛一起，我很想去救你们了。但是，或许已经再也见不到面了，也说不定。这么想着，便害怕了起来，想着如果把他忘掉的话，会多么轻松。我真的很想再次三个人一起生活，就算自私也好，被人在身后指指点点也行。我真的好想和你们在一起。爸爸，我想和爸爸还有妈妈在一起，跟你之类的，我不要。
回家吧。真无聊，贝儿，你违背约定了呢。对不起，果然我还是想和爸爸还有妈妈一起生活。贝儿也没有资格说爸爸和妈妈不好呢。再说，你们以为可以从这里离开吗？如果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咯。爸爸，没关系哦，你不用害怕，过来吧，贝儿。我要怎么出去？哦，这是一个隐形的迷宫，是吗？我看不到啊。等一下，我踩到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根本看不到画面啊！这要我怎么跑啊？哇！我到底踩到什么东西？求香烟呐！不行啊，我根本看不到。哦，还是说我不是踩到东西，而是因为我的血条归零？仔细一看，我的血条就这么一咪咪而已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在这里待着的时间都会一直扣我的血咯，那我怎么活啊？我根本没有香烟啊！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难道我就这样继续吗？也许我要跟着蝴蝶走。哦，要死了！不行，真的会死！到底门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一直在回圈？还是我弄错了？等一下，这边有点难，这里有点难啊。欸，应该也不是回圈，因为蝴蝶的位置不一样。蝴蝶的位置应该是在提示我们。好难啊。剩最后那一咪咪了。还是说我们每走一格他就在扣血，那这样我怎么活啊？最好我这样还可以活啦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这样，以这样的血量要过关有点难。我根本一往上走就死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好像猫已经不行了。天哪，这样叫我怎么过啊？好吧，看来上牙之后，反正前面
血还很多的时候，然后重新玩到这里了。那么，我下一个时光再给大家玩，再给大家看我把那边破一破的样子好了。那我们下一回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